4月4日下午，高云翔性侵风波后首次发声，文中写道：“首先跟大家道歉，过去的一年因为我的事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，我非常非常抱歉，让大家担心了。”他还表示：“所有事情皆因我而起，我也一直在积极配合处理，感谢大家关心，真的不希望我的亲人和无辜的人再受到牵连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